就是他们这儿，哎，就六四，他们都传，就是他们。六解放军规定的，六小杂六差，他们要造反，有点杂六差。你们那边来了，都报反着，让你去了吗？没去。小
徐是在这之前找的，在他高反之前找的。嗯，就高反那天晚上找的，十点才说的，小徐说的，签字笔录都做了。我告诉你，这也分哪，反正我那个地方每次来登记，我都是实名实姓实名。那车里
车里那四十辆是警察说的油。